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在2000年前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用下面这首诗歌来赞颂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！这位奇妙婴孩是谁？玛利亚怀中安睡，夜半天使歌声甜美，欢迎他降临人间。心。
感动的可以开口向我们的主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是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降生在一个马槽当中。是的，这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主。哦，他来是要带给我们救恩，带给我们拯救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他也是作为我们的赎价来献给神。这是神自己为我们所准备的献祭的羔羊，他是要为我们每一个人背负我们的罪债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得生命。我们来赞美他。至高神明，至高神，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，至高智慧高过人的大路，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。
身羔羊，为我生死，为我复活。姐妹，我们纪念主降生的这一天，也就是庆祝我们自己的得救重生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赞美他，荣耀颂赞归给他。
们主哈利路亚，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工，我们已经在他里面都已经得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赞美的最后，将我们的祷告献上给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他。